我真的是受不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林立轩要在那边等你？应该是在想我，是杨俊还在外面等我。我要去找林立轩因爸爸开讲啊！他说杨俊安娜，搁这几个。上次爸比来接我，然后林立轩在外面等我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林立轩要在那边等你？你你看嘛，林立轩有在在等你无？可以去看啊。真好笑。你给看。你变毛的嘛？你看嘛，林立轩有去买威力彩片。宝贝，林立轩那天是真的在外面等你吗？是真的。你卡车。不是说真的，我不是说假的。你给进口出来啊。讲大家拢就搞讲，较早我咧少年的时阵，林志玲嘛伫巷仔口等我咧，你知无？人嫁翁伊啊，我嘛娶某，我生囝啊，较早人嘛伫巷仔口等我啊。你上小班之后，好像要跟林立轩分班咧。什么啊？你两个是安那？然后上次杨俊还在外面等我。我要去找林立轩因爸爸开讲啊！他说杨俊安呐，搁这几个。这林立轩一个亮屌屌，这亮屌屌。林立轩才亮屌屌，那怎么办？啊，爸爸知道可以吗？爸爸不知道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宝贝，真的吗？林立轩有给你亮屌屌吗？有。什么亮屌屌？一直追我，你刚就是给你两条条吗？他只追你吗？对，他没有追别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、啊、你跟林立轩现在没有同班了，上课有看到他吗？没有，在别班。你都没有再遇到他了？没有。哦，再来我就没有再遇到他了。他应该是在楼上，或是在下楼。在楼下。哦，哎，你们两个没有同班，他就不会在外面等你了。他只会等别人的，我只会等别人。你去注意啊，过来，哎，我去拿来杀青了吧？啊，你还没生哦？哎、欸，你看到那一段了吗？我眼中只有这一段。他本来就放在这边，给好好的，结果凯凯拿我的手去牵了。不是因为植物冬天吗？太浪漫了哎呀！爸比下面路不公，伊要被其他 teacher 帮忙盯住力。那一段的吗？我眼中只有这一段。屁盖脸离了，还蛮没屁眼的。Teacher Esther 说，今天周慧凯凯刚好坐在你后面，啊，结果你转头跟凯凯相视而笑，是吗？然后你们两个就牵手了，是吗？是凯凯跟我牵手，我也跟他牵手。是凯凯主动的、哦。对，啊，然后。凯凯就拿我的手，我本来就放在这边给好好的，结果凯凯拿我的手去牵了。不是因为植物冬天吗？太浪漫了然后呢 ，Teacher S 的看到他就笑出来了呢。然后他叫你们把手分开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眼中只有凯凯，是安内吗？对，我眼中只有凯凯你。我刚才爸爸无听到，但是已经场面落步啊！马路铁就看到你就知。爸比场面落步功，伊要被其他铁就帮忙盯住力。男朋友嘛，是对象照。可以吗？你明天可以带我去人家吗？啊？为什么要去人家？哦，好无聊。所以你明天要去按他们家门铃，是不是？对呀。那个火山，这是个红色的啦，哎，它喜气啦。我约好的嘞，跟轩妈咪约好，明天早上十点。十点不要吵的。妈咪，你起来了。对，好
在第一天十点去楼下中庭二玩玩，一看就没有用，我看到你扣了点血呢，我是喜欢的造体啊。他到底在害羞什么？对啊，你有花艺吗？我啊，快点圈的花艺，不然就嘎啦。嘿，妈咪，你明天可以带我去圈家吗？啊，为什么要去圈家？因为我好无聊啊。圈有在家吗？有啊。所以你明天要去按他们家门铃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那个花箱整身都红色的啦。喜气啦！我整个叮咚，谁在家？我是我，我流红豆，我很笨你呀、啊！我约好的嘞，跟圈妈咪约好，明天早上十点。十点不要吵的！你起来了，我才刚起床哎。感受到你的期待，因为你好早就起来了，自己起来都不用我叫了。好。只要送你，明天只要送他，他也有啥东西要送你。哎呦，全起来了，就快点啦！你要送他贴纸哦。哎，他那一包是什么？哦，你最爱吃的樱桃，你穿的好漂亮哦！你要怎么讲？雪，你刚刚在家里做练习，讲话，你在害羞什么？你在害羞什么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哇，讲话，新年快乐！他到底在害羞什么？对啊，你在学校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被盖一声响。哦，你又高高官嘞！哎，你有欢喜吗？有啊，